拿起武器。 出击！ 大业，天意所归。 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都放了吧，谅他们不敢造次。 不敢苟同，不辱使命。 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 我至此城，必使之日益殷实。 一统天下。
你我言和，不要再战了。 你的轻视，我们会记下的。 登山并非攻城略地，而是亲近于天。 冷静沉着，召集众人，有要事商议。 大人，有何贵干？为了天下大义，告诉他们，我来了。 Thank you.
去。 缜密谋划，方可取胜。吾等需要精兵良将。 放怒火吧！ 我们奋勇杀敌，但仍心怀荣耀。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士兵罢了。 愿闻大人之志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。大人，听您吩咐，悉听尊便。祝福两位新人。 作乱为祸之徒，不得其死。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准备行动。 目标只有一个，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。
平息战乱。心神合一，咫尺可得。参见大人。原地候命。别把我惹毛了，秩序井然，则四海可定。此地有何情报？稍事休息，陷阱已设下。这必须庆祝一番。你自找的。做好准备，
全军前进。起勇气，消灭他们！至柔如水，你应万变，每一步都颇具智慧。上阵杀敌！战争还没有结束。此城甚善，先收下了。时值丧乱，生民鲜少，拿起武器，心怀智略。原地候命，我们不会攻击你的，你我言语轻快如流。立马出击，敌无良谋，须臾可破。看押他们只能消，我等非蛮夷也。光复天下，当断则断，稍事休息，吾等大业天意所归。吾之妙计算无一策，精神来。大人，有何吩咐？
大人有何打算？大人，有话直说。大人有何打算？我没必要成为敌人，这会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。天下统一又进一步，还是有些用处。平定天下，我已准备好作战了。用得上我吗？准备作战。在我们反悔前，赶紧接受吧。是我们太过大度了。
敌军。智取胜于强攻。吾等需要精兵良将。整装待发，正在行进。吾有要事与谋士商议。拿起武器，真是无知匹夫。大事已定，占领此城乃是谨慎之举。全军出击，心怀荣耀。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放了他们。言语轻快如流。我只怕辜负天下之人。不露声色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时局变动，勘乱讨逆，不辱使命，天命在此。
车，这番敌军，瞄准。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放了他们，占领此城乃是谨慎之举。
我方吧。如你所愿。团结一心，快去！统天下，做好准备。缜密谋划，方可取胜。对此加以利用吧。心如止水，气聚神明。百姓惠于此地，但建设不能懈怠。使命，作乱为祸之徒，不得其死。团结一心，若要根治天下，我必须强大起来。秩序井然，则四海可定。
事已定，我至此城，必使之日益殷实。谈谈贸易吧。你我已谈妥。保持原样，绝不留情。在此，吾之妙计算无一策。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大人有何打算？有何吩咐？团结一心，杀！进！敌无良谋，须臾可破。接受改变，不要害怕。天意所归，且等敌人众我。足下声名在外，吾等早有耳闻。思熟虑，则事半功倍。
当断则断，平定天下。稍事休息，砥砺内心，心怀荣耀。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占领此城乃是谨慎之举。我方静候足下答复。跟你谈事情真开心。心境澄澈，天下庶几可定。
不畏惧。时局变动，勘乱讨逆。奋战！立马出击，出发！拿起武器。能再对你坐视不管。所谓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汉室危在旦夕，各路诸侯或是临危受命，或是趁此乱世争权夺利，群雄四起，刀兵相见。如今海内混乱，只有一条真理能立足乱世：天下的命运将由战争来决断。走吧。智取胜于强攻。攻占此城正合我计。深思熟虑。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。全军出击！作乱为祸之徒，不得其死。快去！团结一心。
起武器。准备急行军，讨平逆贼，匡扶天下。吾等大业，天意所归，全力奋战。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Thank you.
敌军。我军智略胜敌军一筹，正用得上此城。天命在此，不辱使命。吾之妙计算无一策，不杀此等贼人，天理不容。一统山河，恢复原样。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此乃天意。对你我都有利，足下才智与我暗合。思维迅捷，则可避其锋芒。对此加以利用吧。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。全军出击！事已定，一统天下，法令必行。一统天下，拿起武器，绝不留情。难当此任，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我
我至此城，必使之日益殷实。大人，有话直说。大人有何贵干？愿闻大人之志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不辞万难。相求，在此基础上合作，真令人愉悦。挽弓欲射，则屏息凝神。全军出击！Thank you.
敌军城门已破，杀上去！时机已至。军已摧毁敌军哨楼，准备就绪，速速前进，跑起来，赞，撤退，八十车中弹，撤，准备开战，挺住，鼓起勇气，时机已至，进攻。军正在遭受攻击，做好准备，抓紧，快速前进，时机已至，鼓起勇气，赶快，再使劲杀，准备开战，护国讨贼。速用尽，给我杀！
军，准备，赶快！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不杀此等贼人，天下凶乱之徒必将由而笑之。我可不是薄情寡义之人，我至此城必使之日益殷实。